来，后壁的人较紧入来教先吼。哦，咱这班的较皮呢。哎，你若热吼，迄个开电风扇紧吼嘿。如果热的话，来。我即摆爱改称呼啦吼，我袂当讲各位同心，各位同志，我讲众将官，大家好。过一个五十分钟以后啊，咱就要为这个做高级班来结业。啊，结业的时阵哦，就是咱台湾民政府终身终身的行政的公务人员。啊，你有欢喜无？啊，我们拍手。但是你若贪污清算，我先跟你讲，绝对不客气哦。很好，好、哦，我记得你了。我跟你讲哦，做官简单呐、啊，做官无被贪污哎吼、哦，会有一点难度啦。安那讲呢？人拢是贪小便宜嘛，对不对？啊，有的人会给你饲呢，用饲的呢。今日送你五块，你感觉这五块也无啥，那要紧就收。再送你十块。无啥嘛，搁收，后日送你五十块，这也无算啊。十块落去收，五十块那有要紧？搁收，收到尾啊，你五万块、五十万块、五千万，你落去收啊。所以你唔通从头开始，都爱真注意你家己个性的迄个清廉度。今日这节呢是中国国情报告，即、这个中国的国情吼、哦。咱要等下要用这个国情报告，不是我写的，咱要用伊中国解放军的空军的上校叫做戴旭，伊伫2012年的一月份啊，演讲的报告。这个、戴旭呢，本身是解放军，伊伫美国的军事专家给评论，伊讲这个人就是属于鹰派。什么叫鹰派？小怕鸡啊啦！伊这人拢时常会讲啊，家己的政府讲哦，啊，这爱战，彼爱战，当战。但是我跟你讲吼、哦，中国坦白讲啊，无啥敢战啦，因为中国人家己足清楚的。我讲一个例给你听：北韩、北韩啊，是安那北韩，伊这个金正恩向这个全世界挑战。你阿咪讲，今日我飞弹要拍去日本，你阿咪后日讲我这个飞弹要拍去关岛，啊，而且伊阁将伊个飞弹装个飞弹的迄个日部，唔是日部啦，迄个大个卡车，伊即马甲你讲好，讲啊真歹哦，我明仔载要发射啊，啊明仔载伊真正迄个车就驶出来啊，驶出来以后，迄飞弹就举起来，迄飞弹架甲举起来。但是无必叮当，明仔载搁放落，车搁驶转去扛。啊，但是伊即马即个动作一个创哦，啊，美国紧张啊！我甲你讲啊，美国紧张是假的，是安怎讲？我感觉因两个伫演双簧啦。有啥物好处？你向北韩，北韩的好处在哪里？第一，伊国内会团结。每一摆呐，一个国家，伊要互伊内底人团结，上好是用什么理由？外面有敌人，里面要合作，对不对？赶快嘛！外面有美国、有日本这个敌人，所以咱伫北韩内底这些人民爱合作，爱团结一致，要服从金正恩的领导。安、啊、是咪暂时卖乱，恁现在拢卖乱哈！咱一同的心智啊，向美帝国主义。安尼，伊就达成伊个目的啊！啊，美国呢，伊要创啥？伊要做生意，你有奇怪呢？安尼要战争有啥生意？我怎样做？真简单嘛！即个北韩啊，飞弹一举起来吼，美国讲我宣布啊，做航空母舰两架驶去 ，F-22两架驶去，啊，飞弹驶去，南韩就紧张呢。南韩讲呢，啊，北韩伫我隔壁尔呢。
啊，夭壽啊，即摆飞弹啊拍来，我再生呢，啊，我买防御呢，啊免啦，我甲美国讲，我甲你买 F35 一只拢2亿、3亿、4亿呢，迄是现主是上界贵，卖袂起啦，无人要买啦。哎，一个即个金正恩起笑了哦，南韩讲伊要买60只啦。啊，即摆南韩买60只，日本讲我买60只，我嘛买60只，我能安尼120只。澳大利亚讲吼，我嘛买60只。啊，澳洲嘛讲买60只，240只。干那每一摆啊，金正恩起笑的时候，美国就赚足侪钱，也经济危机就解决。啊，卖钱的原因是对。美国讲，我落你笑个，我要跟你讲，啊，我讲爱开钱呢，战争爱开钱，你知不知？战争不是免钱的呢，战争爱开钱啊。所以美国讲吼，哎，我那开钱免啦，那都花都还好，有四个冤大头，南韩、日本、澳大利亚、甲澳洲，哇，240只卖了，干了几千亿的美金过几笔啊，哈，赚钱。啊，卖钱的原因在倒？你知影这个北韩，伊若要钱？伊卖钱的原因是，因为金正恩的哥哥叫做金正男，金正男这个人在倒，中国伫甲饲。中国吼免钱，你要生活啥物话，讲讲啊歹听，你要啊做伊要饲两三个查某嘛拢可以，啊钱嘛拢可以，啊住嘛可以，创啥？饲到阴道的蛋啊！你拿金正恩去予美国甲修理，金正男一个上等的，可以做北韩的头家。啊！那伊去做北韩的头家，这个北韩会甲什么人真好？甲中国真好嘛？安尼是不是有好处？啊！伊饲伊嘛，他饲就一个人尔嘛。但伊若北韩就规个北韩的利益，伊拢摕去啊！大家拢打算呐、啊，算拢安尼算的啦。啊，所以伊会贱无？未贱呐！真嘛？你讲美国嘛？你讲你小干你小小子，你若敢跟我战争，我5000斤就来解决。你知影迄个伊拉克战争的时阵吼，美国派部队，英国派部队入去伊拉克，你敢袂感觉迄当伊拉克是全世界陆军啊第三强国是伊拉克呢？但是啥讲美国甲英国的啊做部队入去的时阵吼，伊拢无抵抗，你袂感觉很奇怪吗？所有的部队，遐武器拢好好，啊就投降啊。这是啥？伊个指挥系统，美国将伊个指挥系统啊，一开始宣战5分钟内底，拢将迄个指挥系统拢甲消灭。啊，用啥物消灭？无人发表，无人知影。听讲是用太空的迄个武器拍落去，可不可以？咱这间厝，咱这个厝，咱讲150个，啊，伊啊用迄个镭射啊拍入面，咱这100多人就挂了。啊，所以伊遐军事指挥遐个人啊。5分钟解决了。啊，那部队要战争，主要是看哈靠指挥。我着这指挥来，第一军团去那边，第二军团去对，第三军团去对。啊，你无指挥，拢唔敢叮当啊。因为安那部队你叮当的时阵啊，是无啥看的，无法度看。干那指挥敢讲，指挥官叫你去对就去对呢。所以美军入去的时阵啊，伊去接收伊迄投降啊，是一输一输的投降的。所以根本在入去甲迄个巴格达的时阵哦，都没有抵抗。但是哦，咱外口媒体你看哦，是有人在表演啊。迄个叫什么人？迄个啊，做伊拉克的迄个国防部部长，不，新闻部的部长，吼，拢在编故事呢。今天我们的部队把美国人打倒在哪一个地方？啊，战争伊讲你别再去啊。其实拢假，所以一直讲吼，美军伊个入去个城市啊，伊还佫讲吼，我们是打胜仗的。美军伊个伫个伊面头前啊，所以呢，你也看出来讲吼，即全世界吼，即有即摆要战争，他们甚物人要甲美国比吼，我讲绝对没有可能，绝对无法度甲美国比啦。美国是真强的一个国家，你敢看？你讲美国经济不好吗？你敢捌看到美金贬值？无呢？那其他国家讲这个金融危机的时阵啊，国家的迄个啊做啥？迄个币值啊，落个密密麻麻。美国无啊，美国的印钞票 QE1、QE2、QE3，
伊无贬值呢。啊，即中国伊嘛知影讲，美国因为买物件，美国欠中国足侪钱，所以美国的副总统去北大访问的时候，北大的学生甲问：请问你美国欠我中国这么多钱，我们这些钱安不安全啊？会不会把我倒掉？会叫倒去不？让副总统也回答：伊讲，你放心，你这个钱我会把它保护得很好，就像我肚子里面的一块肉。然后那个戴旭听到了，回家里左想右想，不对呢，你欠我钱啊，你的钱，这个钱好像是你肚子里的一块肉，我手不能存在你的嘴里给你呕出来啊，啊就要等到你放出来啊，你放出来什么东西啊？大便啊。所以说啊，是啦，我给你保证，美国欠中国的钱他不行啦，他就去编，他跟我讲，我去编记录，那记录在写什么？哦，当年美国欠荷兰钱的时候啊，欠荷兰钱，双方打一仗，荷兰败了，钱怎么免行，你证书就免行了，对不对？啊，免行啊。那当时美国跟西班牙，因为西班牙欠美国钱，不，美国欠西班牙钱，就1898年打一仗，欠的钱免行，新刷又挂四个所在给美国，波多黎各、古巴、关岛跟菲律宾。啊，现在今天中国跟美国中间，美国欠中国钱，啊，美国如果不行的时候怎么打一仗？啊，这一仗要在哪里发生？两个所在，第一南海，第二钓鱼台。所以你要看中国派归派啦，中国人拢出一支嘴。吼，啊，咱记有一个迄个电视广告，有一个讲什么查甫人四十岁咯，敢出一支嘴，中国人就出一支嘴啊。伊出一支嘴，伊真派，但是美国人徛起来的时阵哦，伊就点名。所以你要看。伊去估估计，伊讲美国一定会找空找芳，和中国打一仗。啊，若打一仗以后，钱免行啊。除了讲打一仗免行钱以外，美国还有一个法宝，什么法宝你知道吗？印钞票嘛。所以虽然美国欠中国钱，啊，美国每年拢 QE1、QE3 去印钱出来，啊，叫中国人来买。债券，甚至甲规定中国，喂，我今年要印偌济钞票，啊，你来甲我买债券。中国人讲，欸，我是笑的哦，啊，你欠我遐济，我甲你买债券，你无先头前先行，我再来过来买你，欸，再来甲你买。伊讲我买，啊，美国讲好，你卖买，我甲你买。过阵工兴起啊，中国的财政部部长讲，好，等下，我甲你买。安尼变化怎啊？是安怎？因为中国的财政部长，伊就想，夭寿哦，我不爱甲你买，你家己买。啊，你都无钱买，家己买，免哪买？印钞票嘛。啊，印钞票，因为家己美金人啊，贬值嘛。本来是10块，存8块，安尼敢袂好？我甲你买。所以第二天，伊宣布讲要甲买，啊，就甲买。啊，就中国愈想愈生气，安尼好。我外汇哈，我甲改，我买美金，我换欧元，会使无？啊，有巧无？有无？真巧，但是运气真歹。换做欧元，伊也讲欧元倒闭啦。损失够啊济，只不过换得美金呢。啊，我讲伊中国哈，我讲吼，你玩不过美国啦，你绝对玩不过。美国太厉害，我讲美国一个一只，我有写过文章啦。但是美国甲我讲，欸，你唔通写迄啦。啊，我的文章写啥？你知道？我讲你美国还有一招，5年到10年内底会实现的，就是讲哦，美金会改变颜色。本来是上面写绿色嘛，啊，即摆变啥？变红色。什么情况会使？但是可能讲你中国红色中国嘛，我变做红色，让你较介意。红色的这个，那改做美金红色哦，给你规定讲，半年内底拢爱换清楚。啊，那超过半年哦。以前那个绿色都不可以用，
啊，即马来啦，即马全世界美金有真个啥黑钱，什么黑钱，就是讲做迄、那个啊做毒枭的啦，做军火啦，啊赚足侪钱，但摕袂出来啊，迄是叫做黑钱啦。啊，摕袂出来要安怎？囥个仓库嘛。啊，即马美金啦，甲你改变颜色以后，伊就甲你讲，哎、欸，啊你钱为对来，你来讲啊，要交代啊。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当然，这波等于我甲美国改啦。你变红色，我甲你讲哦，美金哦，差不多有一半拿不出来。啊，那拿不出来，美军本来是全世界，可比讲有十亿，啊，剩五亿尔嘛。啊，美金的价值呐，搁维持。啊，有翘无？我翘还是美国翘？我翘。但是我写这个吼，美国是国家恶劣。因为我跟他分析、哦、你如果钞票颜色一个改、啊、你绿色我说 你不绿色嘛、哦、美金你不看完嘛跟他头一直点真的假的绿色嘛、哦啊、绿色你变成红色真的一半以上的美金拿不出来啊如果拿不出来钱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比较少就不会嘛美金就不会跌嘛但这种的事情、哦、只有美国有得算而已我们其他这个世界的国家没得算了最近日本在79块的时候美国给他通知、欸、Roger 我们现在要开放我们给日本的钞票、啊、79块变成100块就是说要让日币贬值啦贬值有什么好处贬值就是说我不去外口的物件，提前的钱啊，钞票增加嘛。所以日本的经济哦，为安倍晋三去做总理以后哦，哇，伊的经济刚用飞呢，股票大起啊，因为趁钱嘛。因为伊甲改变迄个啊，做汇率以后吼、哦，日本有足侪公司本来是要倒闭啊、哦，负债几啊百亿哦。哎、欸，安倍晋三一个执政以后哦，无半年讲哇，即摆。是 plus 几百亿，为输诶，本来是负债几百亿，变成 plus 几百亿，所以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迄个智慧，会当用好的经济，诶，迄个政策，迄个国家打得就好诶。所以我嘛真希望讲，后摆咱台湾咱的领导人，我都会替各位来敬啦，啊，你嘛当来斗敬，咱敬一个好的领导人，啊，好，这个台湾这个所在啊，后摆呢，别变作像即马。啊，二二六啦！即马是中国人马英九在做，啊，马英九伊在做，伊有心哦，他没讲伊无心啦。伊无心的原因是啥？因为这种不是根本地嘛，伊都唔是直接生呀、啊。吼、哦，啊，你变你敢无法度证明伊唔是直接生？有啊，变来证明讲伊无直接生？有啊，伊那要证明？啊，绿卡唔是啦。爱问我啦，我会当个证明啦。安怎讲咧？我伫比即个民进党过来办公，伊是绿卡嘛，也是讲伊公民嘛，无人较高呢，我较高呢，我伫美国高的怎样？国家哦，美国都爱 CIA 派人来跟我讲咧。Roger 卖个高啦，我跟你讲啦，伊是绿卡啦。啊，伊绿卡啦，绿卡，伊讲马英九基本上在法律上哦。伊是非常复杂，安怎讲？伊个身份人是伫美国，身份伫美国，啊人伫台湾，啊伊安怎做？即中国人嘛头脑袂歹呢，就去加拿大，伊坐车去温哥华，啊个一个人叫做李庆安，嘛用这部个，坐去温哥华，为温哥华飞转来台湾，安尼是毋是法律上伊个身份人留伫底伫美国嘛？爱留伫美国，经过两年半，过较一天，伊就变做美国公民。啊，所以，即、這个做 AIT 的迄个主管叫啥？叫做 Stephen Yang 杨苏利啊。伊讲啥？马英九的身份很复杂，当然很复杂。伊的身份留伫美国内底啊，但是人伫台湾啊。啊，所以吼，咱爱知影。政治裡面有很多事情都在算用算的
是他的，我你甲各位讲，北韩、美国甲北韩中间嘛是伫算计啊。美国甲北韩会战无？会战你，会战你举手？啊，未战你举手？对无？拢未战啊，绝对未战啊。因为北韩甲美国的中间啊，美国若战迄个地，迄边讲，我甲你保证，五分钟就解决了，北韩就倒啊。啊，倒的时阵，金正恩就翘起，啊，金正恩翘起。金正男就入去了，啊，金正男是怎个市？我头先跟你讲过啊，中国市嘛，啊，所以美国也考虑啊，我去甲你拍倒，啊，让金正男来做迄个国家的领袖，啊，你金正男甲中国遐好，美国又倒霉啦，因为一干干嘛哈，啊，伊虽然是建树哩，但伊嘴真呆呢，哦，可恶的美帝国主义，啊，个主席的播报员足歹有啊，你捌看嘛吼？讲起我是听无啦，好，我是伊讲安尼，但是伊对伊国内，对北韩的国内很有团结的好处啊，所以袂战，啊袂战呢，啊即摆因大家拢有好处嘛吼，美国把武器卖掉了，啊北韩呢，和伊国内内底团结啊，啊大家拢好啊，啊倒霉是边仔人啊，边仔人啊出钱买武器，台湾后摆敢着安尼，唔免啦。因为台湾啥人免，咱有真好个头脑，咱袂。咱后摆，咱台湾民政府啊，咱个后摆机啊，就是对一支，就迄、是、个看迄支哇 ，T C D 迄支，迄有水无？迄支水无？水嘛。日本个机啊，电脑无啥水呢，因为迄个圆圆，迄个吼，迄个变乌个，敢若膏药嘞。你捌打膏药吧？捌无？哈？有成无？有人吼？啊，咱迄、那个咱个机啊吼，敢若太阳嘞，太阳哦，我若要拣太阳，我会拣正边，即我袂拣倒边，因为即若变乌着，即高药嘛吼。啊，你吼，啊太阳啊，佮有黄色个，啊佮有青色个，啊佮有蓝色个，即支镜真水，你会感觉无？会啦吼，真水。啊，所以啊，你有即支机啊举手？哎、欸，啊水，佮敢即几个有尔啥？谢机啊，哦阿袂用啊吼，好买大机啦，那些小机的别啥，恁家己去看啊，无伊，恁家有窗啊门咯，他到处啊，免啦免啦，等那机啊家真爱啦，啊那美国宣布讲台湾民政府成立的时阵啊，是台湾政府成立，你机爱挂呢，对吧？啊恁厝有迄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啊，请你举手，啊我别讲，我唔相信。哦，你若有啊，无举手，巴肚疼啊嘛？啊，有诶举手，有诶举手，拢无，一个都无。啊，你捌看过无？捌看过举手？啊，好啦，好啦，啊，有诶无举手咧？有人不举手？哇，台湾人就拢喜欢，台湾拢吼死鬼挖大便诶啦！真正台湾人拢死鬼挖大便，我无爱骗。但死鬼挖大便，台湾人啊要趁钱咧。你捌坐计程车无？计程车，你若讲唔像你啊，十二点的时阵到啊，啊，计程车主明明都已经伫迄面摊啊，已经开始要食饭啊，你甲讲，阮姐，要走无？我甲你保证，伊绝对碗盘扛来讲，我要走。啊，你食饭咧？无要紧啊。台湾人吼、哦，肯做，愿意做，骨力做，啊，趁钱拢去交税金。你知影缴税金是唔对的，但是讲我无缴，扣你一关啊。啊，问题是讲，吼查封对啊，伊拢人用这套的啊。所以你也看哦，咱台湾人可怜就是讲，台湾人高义，最近国税局最厉害呢。吼、哦，听讲国税局吼、哦，因为欠钱嘛，对不对？甲你抄啊，抄到密密麻麻呢。尤其你若做生意的吼，你就莫叫点着。即马点点哦，伊叫等下破啊，搁冰冰的。嗯，啊！你五年前啊，交安尼无够呢？今年呢，我无甲你骗呢，国税局安尼甲你创的呢。哦，五年前哦，不够哦。哎，五年前哦，安尼啦，我甲你参详啦。本来是爱阁扣30万啦，啊，我甲你安尼啦，我甲你帮忙啦，15万就好啦。你含15万，你嘛免缴。但国税局安尼啊，你有迄个经验，你举手。应该有啦，我无甲伊骗啦，因为我以前做生意的时阵，我开补习班就是安尼啊。哎呀，我想我讲你是要卡扣几摆啦？今年扣旧年，旧年扣前年安尼啊？啊，同款一年扣几啊摆？
伊若讲嘛无够，你知影因迄国粹桥是安怎捡出？你知影？可比讲啊，伊今年讲我今年预算爱捡一百个，来咱只税务的吼，一百拢税务的，咱六个人来恁来分，你爱划出来来分分，啊，可以讲你爱负责三十个，啊，像三十个安怎捡？抱啊摕出来，今年来捡建筑业好啦，啊，建筑业抱起来，拍开建设公司规间叫分的呢。啊，伊讲啊，伊甲你开单吼，伊免有啥物证件呢？我都光开啊，讲你补税，啊，你摕着还蛮莫名其妙呢。啊，我去年都有缴啊，你缴了无够，啊，那缴了无够，啊，我算唔对的。你反永远爱交钱，所以台湾人人也要也讲，啥物人做主都，啥物人动算拢同款，无同款，我甲你讲，绝对无同款。所以，大家人啦，拄着讲啊，啥物人做拢同款呐，我伊讲无同款呐。咱后摆台湾民政府执政的时阵，因为咱执政的时阵都有钱嘛，啊，这有钱，想必讲向老百姓来扣税金，他们讲我刚刚较唔甘啦。伊咱有经济钱，伊当甲美国摕啊，甲日本讨啊，啊，是按日本讨。哎，你日本吼，以前伫台湾的时阵吼，你有经济代志，有经济钱吼，之前可比讲啦，迄、那个邮局啊，有一个迄、那个因迄个保险有啊。现在收息拢无甲恁算嘞，啊，美国嘛同款啊。当然啦吼，你知影琉球落尾也献给美国，伊伫迄个1972年献给美国的时阵哦，这个做佐藤荣作加迄个尼克森签约，一面公道哦，两个国家美国加英诶，在美国加一签约，献你。日本政府又付了多少？3亿2000万。是怎样？美国跟你说，我当时打你琉球的时候，我用几只军舰，死几个人。欸，咱战术都要赔呢，我跟你说，战术很衰，我告诉你，你不就战赢，啊，如果战赢的人，战赢的人，对啦，几面型，他都有说，那几面型一定的啦。啊，建树诶吼，你了钱都该爱赔，啊，就同款啦。日本吼、哦，为着要摕这个琉球吼，赔3亿2000万啦。啊，所以我知影，美国已经开始咧烦恼啊。你甲咱讲，好啦，我台湾献互你台湾民政府啦。啊，但是我知影伊个意思啊，我知影。当然啦，你爱偌济钱，我会献你嘛，对不？你拍台湾开偌济嘛，你讲嘛。安尼我有大方无？可以家己开嘴嘛？但我家己讲哦，伊开嘴以后，伊要注意哦。我开嘴呢，啊，你有甲轰炸台湾无？有嘛？对不对？啊，你有叫我做兵无？有嘛？哎，讲哎，做兵唔是我叫的啊，是中华民国。歹势，歹势。中华民国是代理美国来做兵呢。啊，即马美国开始赖啊呢？因为我。伊无甲代理，中华民国没有代理，中华民国是霸占台湾。最近的谈判伊安尼讲诶，讲中华民国是霸占台湾，不是代理。我拿出证据啦，我提出两个证据点伊。对，咱迄当阵告美国的时阵，美国国务院派迄个哈佛大学查某律师伊讲啥？因为即个法官甲问讲，迄个 Brown 甲问讲，啊，我问你咧。就今天和平条约在美国还是不是有效的条约啊，那个哈佛那个他就说可是我们已经用台美关系台美共同中美共同防御协定还没有台湾关系法已经取代了就今天和平条约。法官告诉稍等，就今天和平条约是不能被取代的，旧金山和平条约是美国的参议院通过的法律，等同宪法。伊个问讲，问迄个 Brown 甲问迄个律师讲，难道旧金山和平条约在台湾已经没有效了吗？啊，这个律师就答不出来，因为我帮你回答好了，旧金山和平条约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判官的时阵，清清楚楚写个真清楚啊。下讲，就今天和平条约是台美之间
的那个关系里面唯一的条约我们必须遵守。所以美国现在你跟我们谈判的人跟他说，中华民国我们、欸、中华民国没有代理我们，他只是霸占台湾，你们台湾人给他挂出来。我稍等一下啊，国金上和平条约23条是啥啥，你美国是台湾的军事政府主要占领权国的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呢，是你是规定说你是主要占领权，你不能放弃啊，你的权利能放弃。所以如果中华民国占台湾的时候，什么人给他挂？美国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提美国的军事政府偷政权，所以我们跟中华民国中间不会发生冲突啦，所以我们不用战争。所以走这条路是唯一可以很和平的得到政权，这样才会好。我从来没叫你说、欸、来示威、啊、有吗？没嘛、啊、也没跟你说来走街头、啊、有吗？没、啊、我只叫你说那个嘴较厚的，这样而已、欸、嘴厚的就能出来政权、欸、全世界有这种的事情吗？没呢，对不对？啊、你感觉大家头脑足好，有无？啊，拍手。所以，美国今日你跟咱去谈判的时阵，咱就爱需要真济同志同心，有迄个智慧。你唔能惊美国啦，美国没有啥，你唔能讲一闹英语哦，啊，你就飞起啊。当然你爱读英语啦，啊，你嘛爱捌英语啦，啊，后摆伊若闹英语，你听有？你不一定爱闹，你往你讲台语，哎，听无啊？对不对？啊，话吼，啊，你啊，你听有英语，啊，你回答用台语，啊，看伊安怎？啊，就安那翻译，对不对？有人来做伊翻译，啊，你啊做翻译的时阵，翻译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对台湾有利的说在多翻译一点，不利的地方少翻译一点，安尼好唔好？啊、所以你要读英语、哦、我跟你说、哦欸、谈判是这样谈判的呢，国家对国家，老板在那里。所以你有的人，我觉得有的人不要做生意呢，但是有的人生意很好做的，有的人去做生意的时候 哦很好的，但有的人不要做呢。例如什么，你去做生意的时候、哦、你怎么说、啊、做好做跟不好做，当然用那个奸计那个干巧那个不好啦。我常在想啦，吼，咱台湾人头脑拢真好。过去以前，我会记过去拄啊开始台湾在发展的时阵，台湾人拢挂一卡喷香啊，世界直直走有啊。迄个时阵，啊拢无啊大，因为即摆的经济吼，诶形态无啥共款。你也知影呢，台湾的经济吼，迄阵做迄个亚洲四小龙的时阵呐，毋是你台湾人较巧呢，嘛毋是你台湾人不来。看现在外路为东南亚请来外路，大家都很骨力的，大家都很打拼的，但他们赚不到、啊、他们生产的东西没有市场，是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开放他的市场给你台湾人，他知道台湾是他的军事政府占领地，他要帮忙台湾，所以台湾生产的东西他都给你买，好坏都给你买，这样台湾人的经济飞起来。不是中华民国流亡在台湾的难民，那些所谓的农民，不是他们的功劳呢。所以他们那些人是难民，但是他们难民要在台湾啊，就生他现在在台湾住，他就跟你骗说、哦、他们就劳苦功高、啊、我们就要起厝给住。所以他们说、哦、台湾人过去是去骗去，自从我这个战争我开始说以后就不一样。所以台湾的经济，他们说如果没美国帮忙，我们没有办法。他们说 你生产的东西没人买嘛、啊、你们说现在马英九说靠中国买，要求那站到要给贵去说要卖中国，不管你卖不出来、啊、你卖不出来你就拼死去嘛。我说世界经济的形势有两种，一种是什么？越做越好，日本越做越好，卖价钱越来越高。一种是越做越坏，中国很好偷工减料，他东西呢反正吼、哦、骗你的过都给你骗就对了。竟然那个法菜你知道像像贪污那种的，
华泰用亲情的头毛给你吃呢，你捌吃过无？你捌吃过？啊，注射你知影吼？注射糖啊，用过搁用呢？我真这个我亲身看过。我以前吼，我以前捌伫中国嘛吼，我办学校嘛，我做董事长呢。啊，我做董事长吼，我嘛会判病呢。啊，有在判病吼，我判病一定爱病医嘛。啊，去病医的时阵吼，有人足多啦。啊，医生讲哦，你要住院啦。我讲好啊，我住院看卖。我一个拍开迄个病床，我一个看，我是爬咧走。迄病床哦，迄床铺足垃圾诶。啊，但伊讲迄是第一第顶诶，我住袂落。我讲哦，安尼我看讲，我现在病比较好了啦。我回去了。啊，那打一针，打一针，啊、哦，打一针好。啊，就去摕迄个是，迄点滴哈，点滴摕来。电梯贴来样子还可以啦，迄注射糖贴了我都惊着了。你这个注射糖，怎么怪怪的？这用过呢？没有了，这个有洗过。我开口，我这当场哦，被那种赶紧的去机场，拍飞机票等下台湾才医。哦，我想惊着啦。我讲拢熟悉的，不是假哦。啊、你中国人你受情你嘛足要求的，我有一个朋友哈，我伫办校嘛，啊，我当吼，我办校，因为我算迄当阵算特权啦，因为我办校的时阵，我迄个职教哈，因为我迄当阵捌做迄个啊做李登辉的特使啦，哈、啊、秘使就对啦，啊，所以我伫遐伫办校哈，因中国的迄个文，迄个做中央办公厅哦，含我拢真好，啊，所以。我办学校的时阵，有一个朋友，咱台商啊，迄阵拄我开始的时阵哦，伊伫遐嘛咧做生意，伊做啥物生意？伊卖饼干，哇，饼干你啊，你食饼的时阵爱剁饼干哇，啊，饼干足俗的对不对？啊，这拄我开始，中国无饼干呢，啊，无饼干吼，啊，就一做一袋啊，一个袋子吼，伊伫卖的时阵，哇，足贵的呢，伊每一个袋子拢十块人民币安尼，啊，十块是足贵的啦。但是呢，伊生意足好诶，哇，卖到有够好。啊，去啊，看到伊哦，足臭屁。啊，你好诶，生意敢有我好？无诶，敢若你会较好呢吼？好，条球开半年尔啦。呢，伊个师傅吼，出去家己开啊啦。啊，奇怪，我讲你个师傅，那我都家己开，奇怪呢。啊，我爱加球诶，因为伊个加球吼。台商这个机器，那当然是为台湾进口去中国去做。要收哦，伊个做伊个徒弟啊吼，无几个月甲迄只机器 copy， 伊嘛要做啊。啊，伊也要做，当然速度无品质无你好嘛吼。伊就去 copy， 讲伊是一分钟做一趟，啊，伊可以十分钟做一趟啊。伊虽然较慢，但伊继续甲你拼。你卖偌济？一百块？啊，十块？伊卖偌？五块？哦啊！啊，输人唔输阵啊！你卖五块，好小惊！你为我遮出去卖五块，我卖四块，会使无？会使啊！好，你卖四块，好，我卖三块。啊，各位，我卖两块，爱过来卖，卖一块，爱卖一块哦。台湾人伫中国做生意，台湾人较好享受嘛。你台湾人一个月若无一千块，你的生活费无够啦。但中国人遐死中国人一个月两百块就有啊呢，是不是？安尼免啊比，啊所以哦，遐台商戆戆啊，就甲我讲呢，无啥啦，我等来台湾厝卖卖过来改变。我讲，小坦，你若骗你会死。伊不爱啦，爱等下台湾。甲因太太讲哦，伊厝要卖去拼。因太太讲，你是不是有小三呐、啊？袂使，你若卖厝，我跟你离婚。啊，正中下怀，离婚要去怎找较少年的？啊，真正离婚的夭寿。两间厝吼，互因某一栋哦，啊一栋卖，搁摕去，半年尔啦，来砍掉，结束。人卖一块，我问你嘞，你要你台湾人要卖偌济啦？你若卖一块吼，你就卖迄个肉挂房价啦。我跟你讲，
无拼啦。所以你台湾人无管你偌敖啦，我嘛是，我算真敖呢，我嘛是段誉啊。但是我的段誉吼是，我足唔敢玩，我是互伊没收的，我办四间校。我迄阵是安怎想呢？我头壳是想讲，嘿，台湾人拢失败，啊，我来办校，啊，办校是教育的事业，啊，教育的事业搁免税金，啊，我就不会牵涉到逃税的问题。啊，教育的物件，迄土地买来会当永久使用。嘿，算算也真好呢。啊，我若可以讲一千万，看一亿啦，一亿伫台湾会当办一间校，啊，若一亿伫中国，我会当办四间校。我当然感觉讲，我如来办四间校好啊，敢毋是？啊，这办校的时阵吼，足趣味，我起厝吼，爱起教室嘛。啊，我想即摆想也足空的啦。我用个教室足赞的，我去个教室吼，迄走廊拢足宽，啊，楼梯足大。中国吼，唔是中国，是迄楼梯吼，那是矮啊，尔尔。迄真正学生正只起，只安尼爬上爬落会跋死。我坐个楼梯又宽又广，够好。啊，起厝的时阵吼，我即摆有呾想个，哎，我迄阵起厝敢若无迄个建筑执照呢？我问讲，要不要建筑执照？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为什么不用？学校不用啊，你是台商可以不用。台商唔免呢吼。啊，我算有大胆啊，啊去了呀。啊！你嘛去嘞吼，我就去看人家起厝，夭寿啊！迄铁筋啊啦，一条囝尔。咱遮起筋吼，你那凊彩来，你起厝拢足粗的嘛，台湾遮拢足粗的嘛。因你起厝吼，一条囝尔，敢那沿线呢？哦，欸、这段敢袂使？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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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怪伊啦，第一个逐摆拢死足济人。伊的学校拢总是安尼啦，我甲你讲，真正好咯。所以这地震哦，迄成都啊，人地震我讲绝对翘起。伊的起厝吼。内底铁筋毋是铁筋啊，叫烟线啦。烟线啊，佫起足悬的呢，无管啊，小摇啊，规拢落袂，拢因为囡仔爱死嘛。但是我起就足良心的，我比伫台湾的佫较迄落，佫较增加落去。啊，所以我起就足水的。啊，将因看到我的学校哦，我不应该互看，看看伊讲，伊我甲你讲啥，甲你讲吼，拄我可以甲你讲，林董，林董。这个我用一个学校跟你一起合作啊！我还想讲，我那跟你合作没创啥？我读书，我是当属定，我讲了算啊！我为啥跟你合作？对吧？我一歪讲啊，伊就开始跟你报复，安那跟你报复？伊就是用，伊跟你讲，这间校啊，来人叫人来讨钱，啊，因为我四间校内底其中有两间是别人办的。旧的我甲买，啊买的时阵，省主迄个省长、市长拢甲背书，讲已经都付清了。起厝也无人话无代志，拢起好啊，起到有够水。第三年开始，共有人摕一张学校的支票来讨钱啊。我这张支票都咪我开啊。因但是有你的囡仔呢，不是我的囡仔，学校的囡仔。中国吼、哦，迄、那个钱吼、哦，支票拢是啊，迄、那个囡仔对囡仔就尊称啊。啊，不是签字呢，用囡仔呢。我讲对，巧，凊彩刻都有啊。啊，拄啊开始的时阵，感觉戆嘛，台湾人较戆嘛，吼、哦，我就去甲省长讲啊，我已经。这种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我不要付。伊甲你安怎讲呢？哎呦，董事长，为了社会的稳定，你就委屈一下嘛，一点点钱呐、啊，付了吧。要求啊，就顾方付了吧，那就足好是咩？好了好了，付了。啊，偌济？二十万，小个小代志。利息偌济？吼、哦，较算较高，可以。第二天过来一张，啊！迄人拄啊开始讲十万啊，二十万啊，三十万安尼尔啦。付到尾，我了足烦的呢。我不要付了啦，因为啥人不要付呢？因为到老尾的机票来的时候，我甲讲吼，我没有欠你这个钱呐、啊，我不管，反正上面有你们学校的印章。对啦，去去无，我知影啦，但是伫迄个所在你无法度伊嘛。啊，老尾啊，我讲安尼啊，打折啦，打折啦，打折啦，要不然我不付了啦。好好好，让你打折，从九折、八折、六折、五折、四折，要是付到五折，我不爱付啊，假嘛！我讲五折，伊也要付，伊也要退啦，都有钱就好啦。
哦，算足戆的呢吼。我若要知影，一开始我就歪付啊，就好啊。我落尾啊，我无歪付啊，啊歪付啊，哇来啊，来一张上盖大张的400万。哦，400万，我好好给你提400万，啊是当时的代志啦。哎，我给你伪身伪税啦，我当时啦。哦，来，你提证明来，你从哪一家银行汇的？你提个证明来，我付给你。你讲我不是用汇的，那、啊、你不是汇的啊？不是提现金吗？我拿现金。啊，你现金你哪有这多现金？啊，你为这最近银行呢？我来查。你讲不是，我家的床铺底下拿的。我这中国人哦，要头脑的反应是一流的。因家的名称卡提，啊，你也行不？我不玩，我不玩，我欺负一边了嘛，对不对？你若讲10万、20万吼，啊，就算咱下好收着也袂偌歹，就算付就算了嘛。我不爱行，不爱行简单，伊甲你送去换你，甲你摕去换你彩灯，换你唔免甲我传呢。可比讲，啥物人欠我钱，我去甲告，最嘛爱问迄、那个，叫迄人去问讲，哎、欸，你有没有欠他钱？有哦，免呢，换你的彩灯讲要还。啊，我来去抗议啊！我你都没有问我。我没有借这个钱，以后你先还再说。啊，去到那个省长，省长嘛讲，哎呦，林董为了稳定嘛，哎、欸，是你们在稳定，可是我不稳定啊。我还好哈、哦，就是安尼经营哦，叫收起啊，当然收起哈、哦，我人收起拄啊开始，我叫关15天呢。伊甲我讲哦，因为我去用绑架。绑票，迄天拄啊1月1号啦，过年嘛，绑票，绑了一天到1月2号。啊，1月2号我就甲迄个两个绑匪甲伊讲，我讲你是要食要性命，啊那要性命来，迄拄啊甲拄了就算了，啊就换了。因为我们杀你，我们要死啊，我们要钱呐、啊。好啦，你卖钱我付你啦，爱偌济啦，啊开一个数字啦。我但是我家哪有这多现金？我有现金哦，放伫法官遐啦。啊，你喊我明仔吼来领，来法官遐个讨嘛，个提嘛。讲好，啊、我敲个电话给法官。我讲明天早上7点在法院见面。这天我想想，我不对呢，明天是礼拜天呢。啊，法官竟然来呢？啊，无人嘛吼，啊们。甲阿哩吼，啊去换伊，甲换伊个孙哦，我看到迄个场面哦，我险要昏倒嘞，安那？迄法官几摆讲，迄两个绑匪官行去，迄法官讲，哦，你们来了，恁听有无？迄绑匪官讲，啊，你们来了，我伫后边，我问诶，啊，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啊，伊流血在，哈，啊，后边搁较趣味。啊、你有熟悉？阿姨说：“你要干什么？”啊、我说、哦：“你把他们两个叫到晚一点点，我跟你讲一句话。”我就那边看看下，我被绑票，救救我！我下，啊，下了呢，那个法官来要求呢，我跟那人说：“来，啊，小看，他说他被你们两个绑票，有没有这回事？气死我呀！”哦，啊，那两个就气坏啊，对不对？好佳哉，老天保佑！因为迄隔壁拄好派出所啦，啊，一个公安局就对啦。迄阵拄好两个公安局，拄啊一摆，我说尴尬，哎，两个公安拄啊一摆，我他们绑票我安尼啦。啊好，公安处理总很好了嘛，哈、哦。来，你们三个通通到隔壁来。哦，到隔壁看到警察，他们我安心啦。爱当人啊，他们讲哦，很难过嘞，因为一世人食甲壮下，唔爱去用绑票呢。啊，爱就讲好绑票，来甲你提啥，我表啊啦、钱啦、啊，哈，我下。要讲你下的时阵哦，迄两个绑匪讲处理啦。他们是绑匪呢。啊，你不要管了，我们知道。绑匪行出去，啊，我去留底下，伫门壁咯。啊，门卫公啊，哈、哦，我们上头决定，我们要保护你，你跟我们去，公上送到警车，给他上一场，看守所了。
我去给绑票，我去看搜索，说要给保护，保护，保护的，把我送去，那时候看搜索是分成男的跟男的那边，两边嘛，把他关起男的那边，那些男的都很欢喜，哇，关起男的，赞啊，你很有艳遇，不是啦，因为吼，因为监狱内底，迄个看守所吼，嚯，一间甲迄种关三四十个一间啦，啊，甲我呢单独关是查某的这边，而且佫叫一个来甲我服侍啊，唔是服侍啦，服侍啦，因为关天嘛足关嘛，咱来看咩？迄个是成都遐尼啊冷，啊，迄个吼，我不对啊，我去用绑票，啊，我入去看守所，我开始绝食。所以我有绝食的经验，四天，欸，绝食哦，袂艰苦呢。对，但是绝食爱哪，爱啉水，无茶啦，那有水啦，爱啉水，啊，水爱家己买呢。哈，啊，即摆我毋绝食，因拢惊着啊，迄看守所拢惊着啊，惊动到市长、省长安尼吼，啊来甲我看，啊，董事长留得青山在啦，你不要绝食啦。我奇怪，我就讲，欸，我是被绑票啊，我病人到里面啊，两个绑匪出去啊，是啊，时间到啊，我不要再讲了啊，未讲的故事自己去看我下一次从中国出逃，来，谢谢各位，来，各位同心真激烈，今天，啊，各位稍等一下，秘书长还有要补拍照吗？补拍照的现在赶快到前面。